电摇大赛。佩奇、乔治，再不起来上学就要迟到了。哎，乔治，你有看见苏西给我那些土豆块吗？没有。乔治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乔治同学，到，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道题需要怎么解决吗？不会。给我到教室外面罚站去。同学们，这节体育课我们来玩个游戏。想不到又见面了，苏西。小臂臂，赶紧的。哼，自不量力。就这点频率吗？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呢。不错嘛，苏西，看来你也是练过的啊。不过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？哇，他的人呢？医生，我女儿她情况怎么样啊？情况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糟。那怎么办啊，医生？我女儿她还有救吗？不要慌张，我行医这么多年，还没有我治不好的病。那太好了，医生，快救救我女儿！这傻模样啊！